奥特曼被怪兽附体黑化暴走有多可怕？泽塔一巴掌拍死特利迦，泰罗脚踩儿子，快长按点赞三秒加爱心，帮助他们平复下来吧。一，泽塔将特利迦打消失。二，泰罗脚踩儿子。三，欧布手撕摩格大蛇。迪迦拍死小女孩。奥特之母石化赛罗手臂。深秋归乡中，明月天涯故人游，青山小小难解我心中忧愁，再回首故人走，落叶纷飞泪不休，弹奏一曲爱恨叹江湖悠悠。望天涯了牵挂，一年寸土一年华，落叶深处半生有着流盘花，别过天涯西风落日落风沙。六，托雷基亚将打泰加三人小队打消失。